主持人用周语向观众打招呼。原本即将进行的阿里山林下经济好物市集，首度改由线上直播展售会。不过，合作社族人没有直播经验，因此由中正大学牵线，让阿里山原住民农林业生产合作社与嘉义女流会社合作，让有经验设备的网络平台来协助推广。 网络的行销，它是需要一个相当的经验，而不是开一个直播就可以。那我们也知道，这个需要一个比较专业的引导。那我们也很幸运的跟嘉义女流社会在这次的能够结合在一起。那我们观看下来，它的效果非常好啊，包括帮嘉义县市这边的很多的很小的一个品牌，在地品牌，可是做得非常的好的露出。那我们就觉得以阿里山 原住民部落的产品的特色，应该可以在这个平台的露出，获得很好的效果。嘉义女流会社为了介绍来自阿里山林下经济产物，也前进阿里山亲自体验林下经济如何运作。除了看到农人的付出，也感受到农农的人情味。直接进到产地里面看，包括像花粉啊、花蜜、咖啡、野生艾绿哦，走到产地里面，然后跟大家这样很实际的一个互动。 我到部落里面的时候，发现到真的跟土地非常亲近，尤其像这么好的食材，还有到产地里面发现到人情味。阿里山原住民农林业生产合作社希望透过网络，让更多民众能看见阿里山的农产，不必大老远跑一趟，只要按一下滑鼠就能走进原乡部落，体验阿里山优质商品。原新闻的部嘉义市采访报道。